我是刚刚在吃早上的白心莲。10月16号，然后九点37分，这把的是157次哦。九毛的将三个秒力的，盈利收益超小面度1.906天喽。准备开车了，用906圈了。明天到下次要面试，用910圈了。好，开车灯开启，可以开车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的906圈的，拜拜。我的906圈的在机动站18段16。那苗栗有七次，都是要在机动站。而下面一个马扎门多多点我们的就刚没有了1157次啊，将发车将30个秒力了，因为这下下面的有900元了，906全了，在基隆站16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的用80为下号全都超王，超感动。1161次开往星九的微笑全都超王，在基隆站上好了，900也已经10了，那好，拜拜。8081，拜拜。然后我们要去楼上，因为未来不知道基隆会变怎么样，然后是轻轨还是台铁，我个人还是希望台铁，对，有纵贯线起点，我觉得杀伤力比较小，不然你纵贯线起点全部都要改成8堵，是吧？后续的里程都要改掉，是吧？麻烦死。个人像台铁啊，进基隆。基隆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小故乡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远方的那个旧站的地方啊，这个900那时候啊，如果你喜欢片个马扎门多多店，我们大家就光片。他说的用900会场的布置还在这边，是吧？好，感谢支持，再见了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